准备发射。因为台湾山它是唯一以台湾命名这个属，而且这个属只有台湾山一种植物。全世界台湾山的话，分布最广的就是在台湾，就是其他在中国大陆的西南，还有在越南，还有非常小的族群，而且它是东亚最高的针叶树。发射。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着澳洲团队他们的技术，因为他们已经在纽西兰跟塔斯马尼亚拍过那些巨木的照片，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阔叶树，展览出去就大家都觉得很惊艳。那我们有荣幸请到那个两位专家来帮我们拍摄台湾山的等身照片。All right.